即马所钱也赚，赚大了。嗯。花很多，我见侬讲安尼去开开，差不多开50,000咯。哎，啊我便宜。伊都请几十台，都讲侬那爱咱出啦。嗯。啊，过来分房地啦，过车来车去，差不多现金啊。哎呀。50,000呢？你讲，我他没跟你讲，那个啥，什么吴孝龙，你知不知？伊拢拢开偌济？伊开偌济？伊都30,000。我难保啊。啊，未搞讲开一点啊呢？啊，30,000。好笑。所有的，伊家所有的欠的拢可以。伊若卖去住海南岛，无得搞不着代志，不行。不怪伊心情做歹啊。啊，住海南岛的啦，来搬来遮住，住住迄伊个哪来？伊也毋是做生意人，也袂当讲出去做，嘛是食饱用用，爱人趁钱安尼念。嗯。我拄互因。用这叫啥个囝？春碧啊啦。春碧啊，较早无去，爱较老。哦，介老迄日啦，伊较早都拢吃吃。爱是嫁老婆啊，伊啦。伊嫁老婆啊啦，因翁都六十啊啦。嗯。啊，伊就是因这个囝仔，就是万年龄嫁老爸吴万英啦。伊迄阵要读大英幼专吼，甲因老爸要求啦，讲介伊。爱互伊读啦吼，因老爸，你要爱就要读起，恁就家己赚。啊，结果因这个囝讲，但我讲好啦，你家己袂当无我去注册吼。我先甲因旧员先借啊，借来拿迄落贷款吼，拿迄落啊贷款出来就，唔介伊做我日时啊读下干部啦。不过普通的老啊，拢总会过来读册呢。啊，伊买到死，迄个开遐遐开钱遐当冲嘛。嗯。安尼啦，无啊，当安尼，都刷伊安尼。迄阵，阮要买一间公寓啦，我甲因某因讲啦，啊，因阿母阿母带做伙啦。我拢靠因阿姑呢。无啦，靠阿姑是少，有哪拢都爱。爱行的，无唔少啦。淡薄啊，好。啊，当兄弟免行，兄弟嘛都爱行。会当随便来招安尼啦。啊，就这个，伊这个来挂这卫生所嘛是伊甲印的啊。啊，那嘛是看伊的气啦。这囡仔太乖的啦，你唔知影。哦，啊，搭这过安尼，买间遐大间啊，剩两个姊妹啊，挂这干咪，袂忍自己啊。没啦。啊，因老母看恁入面一个大事翘翘。啊，因某来挂一个月走的咯。哈哈哈。太唔妥呢。走，挂一个月走的咯。走的咯。你们那谈到讲。连续衰就对了。啊，我唔知讲伊衰，伊无衰囝。嗯，啊，伊就是来就住一个月尔，讲来就住无偌久尔，就讲哦，来遮无留约，来不遮无留约，现在嫌无留约。啊，无因海南岛偌留咧？啊，因海南岛就是有较超花的所在啦。啊，因住的所在无得确实迄个较，就讲有较留约的所在，也是。啊，但是来一个月尔，就要求得要转去啦。啊，因翁讲甲送去回龙溪城。要转去就讲互伊转去，啊不甲讨钱。啊，讲啊，佫有良心哦，寒天像讲去甲寒天两两外斤啊，讲伫罗林讲，我只斤啊行李啦，我若转来都无来，你若以后唔到要佫带你照只斤啊佫用，安尼佫减了迄两两外斤啊。啊，两两外是偌济呢？吴孝龙嘛，你甲我讲。两两外是偌济？越南太太黄英玉，一斤若四千啦，一斤若四千，一两就四。四万啊伊囝就是公务机关，伊哪有遐戆呢？啊，你去用签写，伊个离婚协议书给伊啦。伊迄种的，伊个囝仔来巧啦，伊讲伊就随去甲办啊，办公，这个人等前几无来啊啦。嗯，对。啊，伊就甲办公，这未做面子啦，就去户政事务所要办公离婚。伊讲半年后若无来，就自动家己离婚啦。那伊呢，他从哪办啦？讲安尼我也知。无啦，伊办分居认证啦，我知啦，即嘛所谓的分居认证。